好，各位嘉宾，我们现在甜品已经准备了，所以那我们就现在开始了。好，那我们看看甜品的特意会给我们讲什么样子的照顾热带植物。欢迎他，谢谢。嗯，各位乡亲好，我叫做田品头。刚刚那个风水师讲的又到有喜羊羊，然后去摸土的话会发大财，所以我就一直买土地买土地，没有发大财了，就是可以做生意。因为时间有限，我现在马上就要开始今天的主题，就是说以前美国人是 big is good， 对不对？大就好。现在呢，小也很好。在做生意，在很小的空间，用考虑的随便摸一摸，钱就进来。我今天要讲的，很多人因为年轻人买不到大房子，没有必要，照样可以种水果。等你有钱的话，再把水果搬到后院去。所以今天我要特别来介绍怎么在家里用很小的空间可以种水果。Picture please， 过来。这个是蟠桃，英文叫做 carrots。你要买蟠桃，不要去买那个 donuts peach。donuts peach 跟 donuts 一样小。我这个叫做 bagel peach， bagel peach 是什么？是孙悟空到天庭，仙女在吃的那个桃子，叫做蟠桃，好不好吃？一定很好吃，孙悟空才去偷吃，对，代价是被关了3000年。但是桃子要种像这么大，结实累累，就要有技巧。这个是蟠桃，这个才 baby 而已啊。这个 baby 现在已经长了这么多，但是要让它长得那么大又那么好吃，就是要有舍才有得。这个是我的助理啊，你今年几岁？几岁？13岁。13岁，他懂的东西很多，又聪明，说我要把我的秘诀都传给他。这个小田土伯，如果年纪大了，他就说我是小田土伯。OK， 你帮我拿麦克风。OK， 好，我要讲，拿着我不能挂起来。第一，这个才3年的老树。3年 very young， 所有的果树是第3年它就生了很多。你种的果树3年还不会生，那就完蛋了。你这个就是不会种，不然就是被公公婆婆那一代人都不敢生了，所以被 abuse 了。所以第一要修枝，修枝就是枝之间呢，一定要留 6 inch， 就是手这么大，这个要修掉，它才有空间。然后呢，这个干掉的枝也要修掉。OK， 所谓修掉不是把它修了啊。OK， 然后转过来，因为那个枝呢，如果 overdate 就重叠的话呢，它底下的区看不见阳光，长出的水果就不好吃。对，这样他们说好了，水果长这么大的时候。再讲一下啊，台湾话说这件都是病，如果太多的话，每一个孩子都不成器。我就有8个兄弟，我母亲为了生了你的，结果呢我是排第六了，第六我都没有奶喝，所以我长得这么小这么瘦。我的哥哥长得又胖又高，因为我妈妈的奶都被他喝光了，轮到我都没有，我都喝老龄货。 OK， 但是我现在小的小听儿嘛，我哥哥吃得很棒，他现在中风了，躺在床上。你看这个水果这么多，
你要把哪一个短剪掉呢？比较圆的这个剪掉，因为那个营养要胖不到这边，反费力的。然后这两个中间，这个要剪掉，要硬起。然后这两个呢，这里有一个，这个不成气候，这个比较小的，给它剪掉。很多人舍不得剪啊，尤其太这太太了、啊，哎呦，六个剩下两个，你要六个都是长出来都是流氓，还是两个都是博士？当然两个博士都要比流氓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水果长起来就这么大，底下也这么大，它才有空间。你看到我那个都是要六硬起的，那个都太起了，但是个个都是人才，可用之才，看起来都那么漂亮。会种水果的人呢，种的水果如果很漂亮，他的太太一定也很漂亮。Next picture， 看看我的太太漂不漂亮？这个是我的太太，刚刚换掉，看得比较清楚。Yeah， 你看，她今年已经67岁了，人家以为她是我的女儿。我已经是75岁了，人家以为我是57岁，所以现在这样听懂了吗？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，就是种桃子要它结实累累又大，就是要修枝剪枝，而且以后有问题再来问我。OK， 会很多人不卫生都来问我，我是说你的食物不卫生还是水果不卫生都有了，结果他食物不卫生。我说你们叫你儿子跟你的媳妇到我的农场来工作，我就选一个风水比较好的、向阳的、阳光充足的，结果6个月以后就会生了。OK， 这是有道理的，因为我家8个兄弟都不会生女的。我们那个时候，我们夫妻为什么生那么多？因为一天到晚在田里工作，晚上又没有连续剧可以看，所以一回去就没有事做，当然只有生孩子了嘛，对不对？ OK， next one， next one， 这个是我要教你的，怎么在家里种水果，很小的，他们也可以种，看着明年可以种。你是在控制水果的高度，不是水果在控制你的高度。像那个水果，你要长到这个手可以伸得到的地方，你先生如果比我高，是170公分的，或是190公分的，就照你先生的高度就好了。所以要采水果，他手。老公啊，今天我吃扁桃啊，去采一个来吃，他就可以采了。你不要不剪枝的话，一个人都楼高的话，你要用楼梯爬上去，摔下来脚又断掉了，划不来。你如果像我这样矮矮的，矮冬瓜，哎呀，板块就这样高就行了，你可以采得到。你家里如果有孙子的话，呀。乖孙啊，乖孙啊，去采一个水蜜桃来吃，就种这么小，你那个孙子会走路的，他就可以采一个，这给你吃。怎么种？这本来有一个盆景，盆景的原理一样，这个是我特别去找那个老的果树，就是荔枝类的，然后给它接枝，今年接了，明年就生了。那这个桶子是我们发明的，这个美国人发明的，这个桶子都有螺丝的，这手一打开，4个螺丝一打开，4片就平了。要种这个盆景的，每年要把它根修一修，要让它一直长大。那个日本的盆景，但是有的是1-2000年的事呢，它给它雕刻还是这么大，一样的道理。这样的话，它永远就是这么高，也是长这么多水果。然后如果大一点呢，我还有比较大的桶子，然后你把这个螺丝一打开，再换新的土壤进去。
然后再过两三年有收入大了，那就再换。等到你有钱要买大的房子，你就把这个桶子拉过去，挖一个洞，然后把螺丝打开，四边打开，底下用个布给你一拉，就种下去了。这样听懂了吧？啊 ，OK。第三个最重要的，种地基要会剪枝修枝。有的水果你不要剪枝修枝，一剪的话都不会生，像这个不要剪。刚刚有一个同乡问我，我这严重剪点啊，长很多了，这个东西怎么修一修都没有？他把要长水果的时候修掉了，橘子也不要修，橘子就修一点点就好。叶子长越多，花开越多，水果越多。OK， 这个怎么修呢？你看这个乱七八糟，一定要给它剪得干干净净的，留几枝就好。第一，它水果都有接枝，叫 graft， 接枝那边的地方有 graft point， 接枝的那个点的底下有长出来，全部要给它砍掉，因为那个叫做 sucker， 人家不应当是捏到的。的东西，因为它那个东西剪掉的话才有用，所以第一步把底下的这个都剪掉，这个不要了，这个长出来不要了 ，OK， 这个是第一步 ，OK， 对，上面有坚固枝的才是好的 ，OK， 底下那个这里有 joint point 的，很多人种水果啊，这个都死掉了，底下那个种出来，为什么我是？那孩子跟我不一样啊，脸黑黑的，又鼻子高高的，是原来的那边长出来的 ，OK？ 所以你们要晓得，原来那个叫做 sucker， 英文叫 sucker， 它只是一直营养都给你蓄了，它就不长水果。有的种了五六年不长水果，有的种了橘子怎么变成酸的？因为它是用 lemon 去跟那个苗去接枝的，因为接枝酸性就不好。所以呢，这个有太密的也该来切。剪掉 ，OK。这个呢，这枝为什么要剪掉呢？它长水果的话就会断掉了，所以这个要剪掉。哎，留一个差不多有角度的啊，角度的不容易断掉。啊 ，sorry， 然后吓我一跳，我以为那个它这个实在生气了，就剪掉啊。我再讲快一点，因为我这个技师已经从小学像他那么小的很叛逆啊，都要去剪水果枝什么种田的，结果一边做一边哭。我没有想到我会种水果个还可以赚钱，我个个都不做，他们没有办法赚钱。OK， 这样就行了。如果要这么高的中心，这个剪掉，个就会像那么大。OK， next one， 还有几分钟，我再讲快一点，还有四五分钟。OK， 等一下再一起问好不好？我跟他计时来。这个叫什么东西？你们家里蓝莓对？蓝莓有什么好事呢？种蓝莓有什么好事？我小时候就，我孩子出生的时候，我就开始种蓝莓。小孩子吃蓝莓会变质，偏财而土，因为蓝莓帮助你脑部的发展的肉。Yes， blueberry。对了，像他刚刚讲那个 blueberry， 老头子的话吃了会还脑还土。结果我几年前要这样讲以后，我那个事很高了，所以那个我会还脑还脑，我要买回家去种，我说要200-300块，没有关系。能还了好多，再多的钱就对了。他太太说：“不行了，不要卖给他，他还了，还了又去找小三怎么办？”没关系了，结果太卖买回去了。这个东西是第二年的长这么多，也是结实的点。这个水果跟那个水果不一样，它要很多的水，土壤一定要用酸性的。它这个 pH value 是5.6-7.5，对不对？这个是 below 5以下，要用酸性土壤，要找酸性的土壤，就是 PMOS， 叫酸性，再放一点 compost， 50% 的 PMOS， 还有 compost， 排水良好的，种下去以后呢，你就要常常浇水。我们南加州阳光太强了，这种东西都生长在
啊，东部、北部森林的地方，像 Oregon、密西根那边，你们有那边搬过来的就晓得，哇，我家后院那个蓝莓啊，自己长了很多，一下一双，到美国来种，到我们家就来种，就是种不活，就干的死掉。那照我的方法种，一样结实累累。每天早上，也有小孩子叫他自己去捡蓝莓，然后放着牛奶，放着那个西里这样吃。将来保证是天才儿童，我在我的儿子身上已经实验过。我儿子初中的时候，高中的课就上完；高中的课的时候，他大学的上完。大学一年里，他 master 都已经拿到，就是这个功效。而且不是名校，我儿子不是，我没有钱让他去什么大学，什么天不开和五 S N 什么都没有，他因为头脑就是好。自然的头脑好，一定是的。读书还好一点，一定要种两棵不同品种的出来，才会会变成又甜又好吃。为了吃，终于知道啊，我嫁给五加币，这两知道啊，他会。好了，现在就我来证明。我要来证明为什么种在土壤里面，那土壤如果对，种方式也可以。想把那个布拿出来，我现在不是被谋事的，我现在我都还没打开过来。快点哦，我们时间有限，我们不能小朋友，小朋友很厉害啊，跟我一样，我小富一样，跟他们一样厉害。OK， 来，小田主播把这个倒过来，倒塞了。哦，很重，先倒下去就好。把那靠的那个，哦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你们死羊吃番薯的话，在家里种一桶就好。要吃的时候，怎样倒下来，脚一踩一踩。来，小田主播，把番薯拿出来给大家看。哎呦，这个种下去，一个家里吃水就好了。到这六个月又落在很多结实累累的，你看就放在桶子里面的，而且这个番薯还是最贵的、最好吃的，叫做 Purple Orange， 叫 Purple Leaf， 放在桶里面。还有哦，越长越多。OK， 要怎么种？到我家来买我的土才有用。因为我叫做田土婆，所以我都专门在卖土的。你晓不晓得我为什么叫田土婆呢？我出生在云林土库，就是土，念大学又是念土木系，又是土，然后退完土木系专门做土地测量，又是土。我妈妈骂我，你有三个土在一起，台湾话叫做土，我们也没平常家哦，只干跟他讲土。他没有想到到美国来一直买土，土也可以卖钱，那一桶就是20块钱。哦，那个土有没有在的？刚刚那个向明是说，我属羊的一定要有跟土才有用，结果我是用土花枝的。OK， 好来，再来，就放在这里。我们来讲这个火龙果，搬过来，把这个拿下来。哦、没有，我们这小田土坡跟孙悟空一样，哦，他是死猴子的，所以找人找个死猴的。OK， good。这个叫做火龙果 ，picture please， fire dragon fruit， 灯光哪个 ？OK， 那个 fire dragon， 灯光关掉才可以看得清楚。这个是火龙果，火龙果有白的，有红的，但是市面上比较喜欢红的，因为红的有红色是 carotenes， 营养比白的高。火龙果本来的名字不叫火龙果。中国人如果好吃的东西一定会加个龙，什么龙润汤啊，就比蛋花汤还贵，因为它有龙的缘故。OK， 那个红红的，这个都是红红的。火龙果很容易种，不会种的永远不会结果。为什么呢？一天到晚给它浇水，一天到晚浇水，它就不生果，跟男人一样。一天到晚到外面花天酒地，回来醉醺醺的一倒就睡觉，怎么会生孩子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所以一个月浇一次水最好了。尤其我们加州水那么贵，种这个又省水又长得好吃，何乐而不为？又这个 stand 呢？OK， 灯光。
这个 Stanley 你都买这个回去了，你都会种啊，三年以后赚好几百块啊。我这里教你怎么种哦。你这个长出来的话，这尖端给剪掉，这尖端的剪掉，它才会马上开花结果。你不让它剪掉，它一直长，一直长，长得高高，长得一两层高高，它就天天热，天天热，它就不想结果了。我天天热，还生孩子干嘛？对不对？呀、yeah, ，所以你像这个有三个，你看春晒 ，OK， 春晒啊，这个像这个长得这么密的，你就要给它剪掉一样。然后这个也可以种 ，OK。那这个呢，这有两根不相识的重叠了这个，然后就慢慢给它长到一个人那么高了。然后你要用这个木头给它弄起来，木头去找拖百货的比较好，或是烂木头。烂木头更好，烂木头它有这个根，有没有？有这个细根，它会抱住，抱得越紧，水鼓长得越多，跟你们夫妻一样，你们两个抱得越紧，孩子就生得越多，不抱在一起，它就不生了，它就有这种习性 ，OK？ 种在桶子里面就可以了，因为它的根很细，你们阿塞让给他们看，然后小亮，不要这样子，你小心哦。啊，给他这样旁边看就好 ，OK。我教你一个秘诀，我实验的结果，现在只有我会种这个水龙果，火龙果又多又 OK。那个根都从小洞里面钻出来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所以你们回去的话，像这个里面放了一个15家人的土，用那么大，把它底下的那个 bottom 给它剪掉，叫做 bottomless， 底下没有穿内裤的叫 bottomless， 给它穿下去，它基本浇水的话。它就过了，就一直往下流了 ，OK 了，对的，啊，而且呢，你们要浇水的时候，我试验的结果，那你回来给我，对，用这个回来最好，这个是我朋友开肥料工厂用的，我给他试验的，他有他的肥料很 strong。20 20 20，而且它里面放了一个矿物质叫镁光灯的镁光灯，那个镁的矿物质就是在做这个颜色火龙果那个颜色的 color 一样，所以它这种肥料专门是卖给那个 commercial 的 farm， 它长出来的 tomato 特别好看， strawberry 特别好看，因为有这种肥料，这一罐才20块钱，你可以用到一年，一个月还是两个月才浇一次水。他这个是用那个，那个水桶没有这个，把 two gallon 的 water tank 给它泡一泡。要浇肥料的时候，要给它 take shot， 这个那个 water tank 就先给它慢慢洒，它这个都湿湿的 ，OK， 湿湿的，它底下，因为它是从 stem 这里吸收营养的。为什么它不要那么多水？它晚上有露水的时候，它才吸收清凉。白天的话，它可以开始睡觉。它不吸水没有关系，也会死掉。你给它检看里面，这里面都水，它储存了很多小龙。对，这个叫做仙人掌科的东西，它就是仙人掌跟一样的 family。皮达哈亚原来的名字叫皮达哈亚，是南美洲。后来美国科学家到那边去检查，结果那边的人天天吃这个，都没有人得癌症，很奇怪。而且那个小小的籽帮助你消化，把那里肠子、胃子。清的干，没哎呀！你坐开一点哦。没有，因为我们有杂草，我用鸡蛋做的。啊，谢谢。哎呀，我叫你们不要来哈，你就不要来哈。来来说一下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OK。你们说红色的火龙果要吃的，很多小姐吃了红色的火龙果，第二天去大小便都是红的，赶快去看医生。医生说你昨天晚上吃什么化验结果不是流血了，是这个东西来的，所以你们小心啊！要吃的人要跟你朋友讲。还有几分钟啊 ？Question open， 要问问题。我有带来了，你们看平常买不到了啊，这是我的朋友专门叫的。Magic Crystal 现在才20块钱，我带两三来，等一下就买到了，不去买。Question next one， 试一下吗 ？Pomegranate 也可以，因为它的氮磷钾都是20、20、20。对，
啊 ，pomegranate 不要太多，简直就是比较密的给剪，它有开很多花、啊，你也不晓得哪一只要开花的，你要剪掉这花就不见了，不用太多，但你也要稍微修一下它底下的那个 sucker。pomegranate 底下很多从根部会长出很多下，那个一定要剪掉。pomegranate 跟那个红枣一样，像我种在红枣，我种红枣都不用加水，为什么？我种在篱笆的旁边，我隔壁就帮他们隔壁都在浇水，那个红枣的根呢，它们自己会找水，两三百尺也可以找，所以就长得很大。而我旁边的那个是条进去的话，整个压的水都被我的红枣吸光光的，结果他们的骨瘦如柴，我的胖胖的很好。反正安利馆他也看不到，他也不懂，没关系。Next， 要 sucker 都用剪掉，还有根再长出来也要剪掉，他家分家了嘛。哎，你一个独生子，你人家财产的一份呐，都是你的，五六份，像我八个兄弟吃一半，没有多少钱的啦。OK，Next 呀，芭乐是芭乐到冬天叶子都会掉下来，跟桃子一样。你要长得越大，通风，太阳都可以照到，就很甜。没有晒到太阳，长得乱七八糟又多了，都不甜，一样。OK。OK。对，因为我们卖水果的人都是留两三个而已，所以两个就很大。到你家的话，就好几十个都是剪掉五十片。OK，Next one。什么叫做仙桃？我没听过，我只知道《西游记》里面有仙桃。啊，仙桃就是这个啊。啊，仙桃是扁担，好、哦，一样，桃头类跟一样。哦，那我就不晓得，那个是 OK。好 ，Next one。哦，天哪，我今天带来，我现在马上拍卖了，这是从20块钱，看看谁买价钱的。几张几张，20、22、23，有没有人呢？有呀，25、25、25，25有没有人呢？20、25，哦，30、30有没有人要来来？有没有人要？很快，这30还是够的了，不然我要买回去，我可以赚钱。好，这位小姐，因为她要30块钱要买，收30块钱等于拿回去。你要照我的方法做好 ，OK， 那个把提灯好，铜灯要好，30块钱还送你一罐，这个才30块钱，这等于卖你10块钱，那你这个价格好些。叫个好丈夫，以后升职贵职满堂都是啊，多才多子多福多孙。OK，Thank you， 黄小姐。这小姐还没结婚，你记得要花一个喜帖可以，我去喝你的喜酒好不好？喝你老的，收。哦，我有意思那是干。你还是不要打电话去给我，我太太会出事，以后我这么年轻的女朋友怎么行？我有一秒就没有关系，我一秒抛出我太太不晓得啊、哦。但是你不要跟我谈情说爱啊，你男朋友会嫉妒。OK， 就是讲火龙果就好啊。那个饭，只有我会长，因为我想到励志的心，我加了绿荷包，因为我是被一个朋友。被逼出来，因为是他瓦塞勒的农业部的博士，他竟然第五年、第六年的不会长荔枝了。他在下一个结论说，加州不可能长荔枝，谁有办法长荔枝？一个荔枝10000块钱要买，我就赶快去 study 台湾荔枝的气候。结果第六年就长了100多个荔枝了。结果他又问，哎，陈多贝还有没有荔枝啊？所以理由他都不敢来看我了，因为100个就要100万了。OK， 会种那个是特别。The private lesson， 1小时要100块，我才会教你。OK， 那边有了。OK。水下面。对。睡在那个吗？对。哎呀，给他修枝，那个肥料一样，水一个月就一次就好了。夏天了，对吧？你浇水浇太多没有用。OK， 我这里有 business card 哈，拿要我的电话，我只是。在啊，圣地亚哥还不到圣地亚哥 ，Flower Field 那边参观我的农场，我教你怎么做。4个人以上，你看包
给你4小时的那个seminar， 还可以水果 all you can eat。八月九月有莲雾，现在有4家，你们找4个人，我们可以开班给你上课。最好你找4个人啊，那个卡布尔来，不然到圣地亚哥车子很塞。OK， 哦、okay, oh, 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那个要叫人帮你搬了哈，哦。那个要留下来，哎呀，跟你啊，他会一直长 ，OK？ 对，他就会长到土里面。